的文创馆，然后他们把我们当成他们，其实我也是做了很多的文创产品，但是能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上去的。那首先让大家就是在潜意识里面啊，就要来认同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，但是他们的生活是不陌生的。那么可爱的孩子们，弄好我知道我愿意给你做的东西，过两天就交。快做完手工，你看看。Thank you.